你们还记得我爆肝八小时拼的这个1000片国风系列拼图吧？最近我看他家又上新了三款，分别是《本草纲目》药仙子系列的勾吻、连翘和龙葵，三款都超级美，而且这次特别贴心的做成了500片，我就全部入手啦。500片的拼图并不难，大概3-4个小时就能拼好一个，拼图小白也可以轻松上手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道，自己的好友因为勾吻的美貌和芳香，便将其带回家中种植，加入调味，却不知其有剧毒，喝下的十几人没有一人存活，其毒性之烈可见一斑。勾吻虽毒，但也可用其毒性以毒攻毒。宋代王志曾在《山水有鱼词·苦菜》中写道：贝母瓜多多，龙葵叶团团，苦菜苦菜，空山自有闲人爱。相传在5000年前，岐伯和孙女儿连翘在山中采药，某天岐伯在验药过程中中毒昏迷，连翘情急之下将身边的绿叶揉碎喂入爷爷口中，爷爷慢慢苏醒，后经研究，该绿叶有清热解毒的作用，遂载入中药名录，以孙女儿代名，取名连翘。这款拼图的咬合力非常好，安好基本就不会掉，可以用赠送的胶水固定，或者搭配相框摆在桌上，挂在墙上，装点你的诗意生活吧。